是不是？其实差不多、啊、你要看前面的植物吧，像那个就前面的东西就比较明显。像你看那个滑鼠油标最明显。不要看那个，你要看整个，你就感觉前面是一层玻璃，然后那个东西在后面，然后这个扫掉就变成，就是、那个玻璃就不见了。啊，你现在一片玻璃就是像真的世界啊，就是一片玻璃，然后往外看的感觉啊，还蛮酷的吧？对啊，3D 耶，超赞。